18号早上9点，新北市长侯友宜现身板桥国小，要投下公投票，全程花了将近3分钟时间。谨慎的在投盖章的过程当中，谨慎把它做好，那盖下我心目中。 应该表达的意见，侯市长到底投同意还是不同意备受关注，因为即便面临蓝压力，他却始终不愿表态。尤其投票日前一天缺席和新北议员参叙，也没参加国民党民主首夜。新北市议长蒋根煌却直接爆料侯友宜主张四个统一。其实阮市长我拢有甲伊开讲，咱国民党两个代志。 咱的公投绑大选，甲咱的台资，伊决定拢支持核电安全，阮市长也拢支持啊。四大公投，他全部都支持。蒋根煌发言后不到一个小时，新北市府火速发声明驳斥，表示市长从未对外说过这样的事情，维持行政中立。隔天后，侯友宜投票后更直接打脸蒋根煌。其实我对外没有说过这件事，我向来都保持一个行政中立。 更何况我在脸书已经说得很清楚，由人民来做主。没有啊，他们都乱写的啦。侯市长、蓝营，我们公司都同意，从不表态引起蓝营不满，到公投前被表态争议，侯友宜坚持不愿配合蓝营战略，国民党内乱持续延烧。三立新闻袁俊强、马玉文，新北市报道。